精良的检测技术，整体全焊接机架，机料桶与物料滚之间保持有足够的自流角和空间，高光洁度的躺料板能使物料流畅，为实现均匀喂料提供了保障。磨滚滚体精确微调设置，多部位安全锁设计，集中润滑，磨滚轴承的润滑采用集中润滑方式，人性化的人机界面，主电机电流、微料滚转速、离合闸状态等信息可显示在触摸屏上，目标料位、低频器频率等参数可通过触摸屏修改，可以与中控室通讯，实现远程集中控制。